欢迎大家来到 Simple A Class 的 YouTube Channel。呢本是 Simple Course on Polynomial 第三十页，就是教大家找 LCM 和 HCF 的。好啊，首先要记咗佢个公式先啦。LCM 的公式就是相同的 factor。Sorry， 是 LCM 的公式是所有的 factor 都要相同就要最大。咁用上去嗰個實際 case 啊，同埋漏咗一樣嘢唔記得講，就係逢親就算揾叫你揾 LCM 或者揾 HCF， 都一定要首先大數變細數先，將18大數變細數呢啲所有嘢變曬之後，然之後再睇公式，所有嘅 factor 都要相同要最大。咁依家 factor 有2、3、x、y、z， 咁再揾最大啦。全部都系一次方，咁就照写二啦。三有二次方，写三二次方。x 最大系三次方，又系照写，咁样咁就会揾到 LCM 啦。跟住 HCF 嘅公式咧就系相同嘅 factor 先要，如果有相同咧就要抽最细嗰个出嚟。咁如果喺呢条题目咧，就系佢二就三个都有啦，所以抽个二出嚟。呢度下边冇三，所以唔使要三。然之后 x 咧最细一次方照写，然之后一路咁样揾咧，就揾到 xcf 二 xy 三次方 set。我谂啱啱嘅内容应该帮到大家唔少噶啦。如果大家有唔清楚嘅地方，欢迎你哋留 comment 嚟问我哋。如果想知道我哋最新嘅资讯嘅话，就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。拜拜。